天主开主人心间。
繁华村水源路129号，
有缘诸位等众生是诸汝供养中宝，普伦山腰地中普皆腰地大乘西王音庙大德尊，三教圣人立现各经菩萨天罪见礼，上庸再上庸三上庸专体之归，请当主宾召师游。当主我有缘，同平安上播，不能转我弟兄，不必要你带着。既然要利用三教圣人的菩萨，就是啊，上品上品的，可以听到。来自咱天龙观、地龙观的话，专注了120多号里面最能。今天天晴，春平花朵，有着咱不计要地带上使用金庙的天尊统领，地主老爷爷率领众诸路贤士，来报名，报主席，来报名。天晴，来到了咱永波姚地中，来到咱姚地金庙，以及咱三宝圣人的圣主所发，在弘扬，敬扬，而且呢，成就了咱姚地中年会顶上神通广大，是荣幸，再来祈求着咱姚地中，不牛。啊，就有缘诸位人，可能有人庇佑着今仔日前来参拜，才会将神圣之路，互因身体健康，事业顺遂，财源广进，灵体提升，成分一心，才去品尝，并祈求着咱国家昌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岸和平，世界大同，成分一心，品尝完毕。感谢。上庸再上庸三上庸集庸，中部普伦山腰地中无极腰地大乘西王金庙大天尊，三教圣人立现各经菩萨行最高殿内，三归在叩修炼，叩叩专体这归叩修一叩修三叩修再叩修，感谢叩叩再归叩修一叩修三叩修再叩修，感谢悠悠三归叩修一叩修三叩修满叩修，感谢悠悠将全体专用中华中央中国普伦山腰地中天兵天将金马赛亚行三中央的中央再中央
本人山姚慈公啊，今仔日农历吉时。